妈的政府啊，恶心了，他就要让你们看他的恶心，恐吓你们。这地方不知道得不得劲，真不知道。啊，你说得劲吗？我先试试看。不是我不愿意爬，你也知道太脏了。妈的，我应该就还回来搞一下，呸，搞一下再下去是吧？他妈的，太恶心了，这个梯子没用了，肯定要架起来，肯定不能，把那个涂下去啊！妈的，我这个不行，这个、肯定不行。这扇窗不知道行不行，这扇窗应该是可以的，试试看。出来再说啊，出来再说，拼了！哎呦，还得到那边去。OK 啊。哦，有一塌糊涂，真的一塌糊涂，没办法行了吧，我这很难下去。哎呀，好像我看一下，哎呀，长成这样了。我想起来了。开的，它有几个墙是开的，我想办法，借助神的力量，神太虚无缥缈，借不了啊。这个到时候要用，要么就砸出去，砸出去，你怎么下去呢？我小时候都能下去，现在也能。嗯，都是好兄弟，植物好兄弟。看一下，好，这个墙破了，可以下去。就是这里有点麻烦啊，这里有一点小。应该是大吧，妈的裤子要掉了，这个线有点吓人啊。先把它清理掉吧。
还挺安静的。监控，天眼监控，我牛逼！下次来，下次叫点人来。
这地方叫人来，估计有点花，不然他不会守。守着干嘛？上次我进来过，嘿嘿，就是他妈的诈骗居民的事情，知道吧？里面搞一些事情，搞钱，然后他要封死，吓死了。下次直接正门一点，不跟他搞这个，热死了。穿不拢，不管了，先去了。太热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啊！出去我把手电筒关掉，搞得那一塌糊涂的。人还没睡。对吧，吓死吓死，有点累。